来说真的是一大煎熬，而行政院也拟定了纾困津贴，国小以下的学童每个人补助现金10000块钱，但是很多家长都觉得其实这钱拿来是没有什么用的，更怒轰政府不如把这些钱拿去买疫苗，还给人民正常的生活。三级警戒延长，高中以下学生停课延长到6月14号。行政院寄出1万元纾困津贴，初步拟定补贴对象国小以下孩童约245万人，国高中特教学生约5万人，每人现金10000元。但民众听到都骂翻，质疑政府难道要用10000元让家长苦撑到疫情结束吗？应该想办法说赶快去买疫苗过来，然后让大家能够接种疫苗，疫苗赶快普及，然后让生活才能回到正轨。否则10000块，我说真的，不如我给政府，政府可不可以来帮我就带孩子？拿补助想买明星，却遭狠打脸。家长只希望快点打疫苗，恢复正常生活比较重要。其实这个补助完全是不够的，将近连一半的费用都不到。政府应该积极的去采购疫苗，这对人民才来讲才是真的是有效的。但学生停课后私幼退费也成一大问题，5月停课10天，但学费大多只退1000元，引发批评。教育部赶紧拟方案，私幼先不收取6月份费用，复课后再照实际上课日按比例收费，公幼也将比照办理。家长的后续的一个缴交的方式，它会比较有一个弹性，对家长也会比较合理。眼看控制不住疫情，立刻调整收退费，甚至大撒币，但没疫苗打不到，再多津贴恐怕都没意义。记者陈建安、曹兆仁台北报道。